先写撇，撇几笔方一点，顿完之后向下，然后回锋，这个横画向左边探出去一点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向上带，然后再写这个斜勾，向上勾上去，再写里面这部分，横折横要细，撇起比较轻，由轻到重，再由重到轻，往中间靠，这间距要缩小，这个笔画要突出，长的笔画要细。